centre. Wenren Yuntao loves to defend. Oh, we're going to and he wastes no time in introducing himself. Wenren Yuntao straight away. Flicking the foot up to the face. Goes for the headshot. Adam does well to avoid.在中国的选手，本人云涛面对来自英国的选手查理马多克，在场上身穿着红色护具的是来自于中国的选手，担任云涛。我在这场比赛，运动员出场的时候，在本人云涛旁边透露一个小秘密，我看到绿的马多克，他一直在国家队一直是陪伴我一起训练。那他的技术点在你看来？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清楚的看到，因为他比对手高很多，从这个官方给出的数据上来看是十公分。那么这十公分的优势对于他来讲意味着什么？距离，其实维恩明涛他还是一个在级别还算是优势比较强一点的选手，因为他的身高距离还是非常的。 有优势，那当然，查理马多克，在一五年的世锦赛，我是有和他对，他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场比赛我看来，文云涛只要保持在自己的一定距离范围之内，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查理马多克的打法类型，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是像你提到的，文云涛对于距离的控制，就是如果对方一上来之后，两个人不是齐腿，我比你腿长。我迎击就是被动，我防守也是被动，在我所有的感觉当中，所有的迎击进攻和防守都是主动，主动出击，一个是意识上主动和行为上主动，我很厉害。 但是下第二场比赛，第二回合一开始之后，那么查理马多克上来，马上缩小了距离，踹到文云涛的胯上，正好就在重心上，正好就在重心上。整个第五轮，文云涛还是暂时领先于对手四分。 我感觉在第二回合的这个比赛当中，查理马多克似乎是在寻求一些变化，就是他想通过自己的步伐缩小距离，同时在手上，你看他的手上开始多做文章。其实问题也是在文云涛打法，让他进来了。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一旦领先之后，他不求变，其实对手是会变的。打到头部。 但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当对手非常想去打近身的情况下，是不是感觉文云涛他也是把他这个动作做加进去？对对对对对。那查理马多克好像有的跆拳道的粉丝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袖珍火箭”。两个特点，袖珍和火箭，火箭就说明劲儿大。对。其实查理马多克的打法，大家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大家有看到，就是英国选手沃克登。 女子负六十七公斤级的冠军本次比赛的冠军，包括下一场要打的琼斯威廉姆斯，他们的打法类型都非常的相似，身体能力都非常的相似。爆发力特别好，这个爆发力其实一方面在击打效果上，同时也在于他的移速速度。我们看了就是在这个回合的比赛当中，查理马多克他的这种横向移动似乎和和全得分。 而且他的横向移动的话，可以避开文云涛的这个正面的攻击，然后在寻找其他角度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文云涛这场比赛对手不断进攻的同时，我觉得他是挺庞大的。其实对于对手来说，对于运动员来说，我们两个运动员他都是会累的。那最重要的是谁的心态对，心态对。
Can she sustain that power and that pace? 我不是想要赢比赛，我就是想要赢你。Blocking Wen Ren-Yun Cao doing well on the inside as well. Contact again. Chinese fighter in red. Just been that little bit of accuracy from the taller of the two. Lovely headshot as well. 这几分拿下来之后，看来问题就不大了哈。还是要正常的去比赛，因为对手一直有在不断的去寻找机会。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那种平稳的状态，如果不能够保持住稳定，像特别是在这次大满贯赛事中，高分技术特别多，像刚刚有一个对手有一个后旋技术，扑上就是五分，所以领先十分，也就是两个技术的问题。两个技术的问题。但刚才好像查理马多克是被裁判扣了一分，他应该是犯规的动作。Sees that one. Cam John cuts it to nine.林玉涛这次是有变化，自己主动迎上去，用自己的直拳对对方进行攻击。对。Deep into the last minute now, Charlie Maddock trying to push forward. Wen Ren-Yun Cao covers well to the head there.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直拳打的技术的动作是不对的，所以没有加分，对吧？对对对，因为直拳是裁判给分的，在三个裁判在一秒钟之间两个裁判。那还是要看他的技术啊和力度。Looking good value here. Happy to work on the outside. 是可以的，但是只能用直拳，不像其他你可以用勾拳，可以用摆拳。Sailing off into the distance as it stands. Maddock battling to her credit.现在的林玉涛控制一下场上的节奏是最好的，能动起来是非常好的。对手再把他向外推。As the British fighter in blue tries with a chop to close, but it's Wen Ren-Yun Cao that's going to close this one out. Good value for it. She'll take the game joint quite happily. 还剩下一秒钟，但是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She'll also take her place in the quarterfinals. Credit to Maddock, but Wen Ren-Yun Cao, she was too good, too strong for too long. 但是从这场比赛感